答对了，第一拍的位置，会不会好？第三个，对，第三个间隔，没错。 来，小鼓的杆子要向上，太糟糕了。 好，再来第二个，第二拍也要一个小鼓。不要在我屁股扭扭。答对，答对。再来第三拍要一个大鼓。 再来第四拍要小鼓，小，不对，小鼓杆子要在上面。又来了啊！糟糕了。对，好，再来第四个位置要画大鼓。 这个很简单，还要，臭屁哈！有扑啊扑啊！好，答对，没错。从这边开始。对，没错。从这边开始。啊，结束要。从这边开始。哎，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从这边到这边。你可以吗？枪嘞。 好，来试试看哦。真的好像铁锤哟。因为我还没画完。那你试试看。铁锤。哪有铁锤？枪。这个是枪的符号。我要从这边开始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那你敲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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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。
会不会？可以吗？没有啊，等一下还没，然后再来，好，来，阿迪你看哦，再来我们要打第二题，好，请敲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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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！要数拍，要数拍，要数拍。好，那麻烦哥哥来画四个小鼓。希望我会不会画？有没有呢？好的，对，没错，厉害哦！来，那弟弟来画画看。漂亮，答对。好，那弟弟来画一下，把它写四个大鼓上去哦。四个大鼓，在这个位置。嘿嘿，你试试。再一个，好，再一个，三个，对，四个，答对了。鼓，你晓得怎么写吗？要不要写给你看？好，那我写给你看。